遐阁有伊个国土咧，金门妈祖。金门妈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着要宣纯粹生命，从台湾吞落来哩，所有台湾是个母啊，不是本书的料，金门妈祖拍袂来。我话是民众在讲，伊说世界，你讲伊国中有啥物嘢讲，上重要的一句是啥物嘢？中华民国的政府无国。